的水晶，妹妹不得你去世上来了是心动意动意。崔开堂日子吐血，不看他五十，不晓得一看第三级飞病。那再送到里向要3000块洋钿，把现在收起来，要近50万人民币。崔海棠万万分享到生命到这个一个地步子，仰天长叹。那个辰光，你是囡恩才到医院里向，转去个辰光，看囡恩哭得啥个样子。崔海棠看不得自家囡恩出眼泪，打足精神搀住囡恩回转膳房，不晓得搿只叫打进膳房，李瑞觉着离勿了子，一想坐一歇，上衣浪向一坐，又觉着顶好让我缓下去，困一歇，不晓得搿伤病人呢不能缓下去啊，连缓下去呢办勿起来，送了伊啥样一句说话，叫病来是山倒，病去是吹死。崔海棠到下半夜2点钟光景，搿个后日盼车上来居高不下。没办法，费劲，再大动事体，爹爹只有16岁一个大三囡呀。辣辣上海又是举目父亲，多多转西西走，接待后来们不里相实在。哎呦，哪笨得来？本来五百人商量，哪有在？小弟们隔壁头后家伯伯，李玉今年呀年纪大只也是了。是不是妖精奔出来嘛？大家别送我房门口。大伯，老先生听见房门是梅姑娘，妖精门怕打开了嘛？梅姑娘，大伯不好了！别急，嫂子呀，有啥子？我一早陪爸爸去看病，医生说他是第3期肺病，现在回来，我爸爸躺在床上在发烧呢，这可怎么办呢？第3期肺病，老先生，你懂第3期肺病是啥症啊？大伯，我不知道去找谁。那么医院里哪个是呢？医生说了，送到医院里要3000块。要吐得了一位郎中先生，而郎中先生姓叶，叫叶小士。当然人都是不晓得，不认得叶小士，我认得。各位叶小士先生挂牌，中寒之辈。上天，你听见膳房里向的客人说个毛病，送到石岗医院，快点去。各位老先生，中等身材，水光光的面孔，还是一个碎碎叫身体，身浪向紫香红颜色个袍子，脚浪向黑袜子，白袜，忙上去为老先生蛮亲特，手浪向腰间压上一领毛啊过来了，不晓得老先生今朝嘛不吃，上天你自家让上伤风，自家让上咳嗽，所以一大路过来，一大路让上咳嗽，咳得结棍。没办法，后家爸爸领得来，领起来压上。哎喂，你是个叫郎中先生，郎中先生，你要紧吗？分开。老郎罗大叫，就在这儿13号。哦，所以老郎该打的。是的。没好。郎中先生请。不要客气。郎中先生您请坐。不要客气。哦。这就是我爸爸。哦。您帮忙瞧瞧，要紧吗？老先生身体说定要向边浪向一放，对上浪向三病人在面孔一口两哈。哦，那个是个别的，不人家一哈已经差不多，那要两哈。上帝个三病人的面色太坏，一哈留下来搿张面孔浪向居然两条刀疤，也是一哈。别去管理，看着哇，阿是药箱盘打开来，里向拿出一张叫麻针，就是3级个针头，上半边一放，三病人的手皮头同样吐出来，麻针浪向一裹，
老先生去三个钟头，春归车浪向一打，眼睛闭拢，中国人中医啊，四个字叫防风门切，搿个名堂谁叫切叫布嘛？你没办法不懂，不晓得要个毛病到底送的哪哈子？搿么只有讲面对，看郎中先生低头还是摇头还是哪？十上头那个老先生摇头着。哎呦，要个毛病看上去五百卷子，我送得不得？十上头的一浪低头着。为啥为啥送没送给，还有办法嘞？到一浪一头着。哎，爹爹喊了，为什么你那一夜头着呢？留下来弄上面人的水皮头，东西像意思，马镇箱子里向一扛嘛，老先生立起来。郎中先生，怎么样？是我爸爸，嗯，怎么样？我呢，我欢喜讲兰州闲话给。哦，您说。我的本事呢？嗯。太会着呀，一点点。你老娘搞个毛病呢，是稍微怂着着干，一点点。都是叫你要领亲革命。稍微一点点了，一点点领亲革命，跟你谁是外头我了？一手里向三千块外头我，你再外头我，我要死路一点。没办法，就不这么大。郎中先生，我爸爸是好人，他病这么重，您不救他就要死路一条。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没有亲人呢。我爸爸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怎么办？郎中先生，你救救他，救救他，不然我和你一起去死。也是一块。不打要毛病，看好要打过一道去死。我还想活脱两年哟。说那个老先生，打到房间里向已经看出来了。房间里通关两个人，夜囡恩两高头。今朝搿个夜醉在搿个囡恩里，我来呐喊，可想而知。本来才讲拉了浪，老先生，同志恻隐之心，是吧？搿么哪样呢？再说下来，让我看，啥样一看？我老先生呢？你了打牌呢？因为你刚刚来不是嘛？你退位一点点嘛？你打不开嘛？你哪一十五嘞？那现在我当你讲，各位老先生，一小时，一小时红须养神，一小时受罪人，只要是一小时上班的祖宗啊，发得了名气，叫一天使，一天使先生。就是各一位先生，你一生你八过十七位先生，神武上师哦，十七位先生，所以搿个人个本事要读到南一年，被人家称你为神医，神不容易啊！本事读到南一年搿一天，搿个一天是个证书，就让侬官人讲了向，而且你让带一个三名人让侬布马个辰光，所以看见现在是去了马路浪向，哇，一只官人哇！带过去，这过去刚才过去的辰光，从里向哒哒哒哒哒血浪滴出来。那么一天是那个上面你打招呼，让我去看看看啊。所以一送啪，妖精蹦出来不是，或者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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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脚背一听嘛，啪，妖精停下来，啥个事体？也是想，是搿里向两桩事体，一个女的养小囡难产养杀脱了只，搿阿侬搿个里向搿人啊，让我看一看。那一天是难怪在看嘛，一句闲话，街头啪笑开的。一天是大哥来一看嘛，一声不响啪奔进去，一些辰光里向奔出来，水浪向弄一根针。观众朋友们要十杠上一根没抽的针，十杠上一根过来，望准这个女的啥个状况，心脏给他拉一针武器哦，一针武器。其实你也晓得，这个女的哪会死？是个小囡，现在是起来难产，位置不大灵光。头了上头，脚了下头，搿个位不收手，位不足于将来这个女的死。搿个小菊不是个么子啊？啥体？搿两只手，两只手里伸出来，两只手半伸出来，加上盲针上头啥地方，就是自家娘的心脏给它砰打上去。侬自家娘的心脏。自己
搿个渔民堂，过去辰光渔民堂叫啥呢？叫捧心寺。娘是拨了搿个山，啥样弄啥的。你想过去辰光没皮车，也没搿种 CT， 也没搿种 X 光。搿个一天是个本事大，是大到不得了。搿根针线往整个心脏上，其实不是心脏，心脏搿个小囡大老娘水在头浪向打缩上去，搿个小囡吃啦痛吧，唰一松屋里向动作，哗啦翻一个跟头，搿小囡差扬出来嘛。搿个女的，呀，我出来倒是搿本事要大到十个眼睛得了那想，一天是好本事留下来个房子里向，居然。这种飞兵啊，这种房子里居然有几张，哪能搿个一小时，你就拿祖宗守下来搿个房子，根据门前搿个伤兵人的搿个情况，再动足脑筋，啪，想回张房子都是要叫。龙珠先生，我是试试看啊，我是打不过啊，你先去这个吃一天药。好的。吃下去，假使你老娘讲搿个。寒热太湿，那么我问着我再淋十个眼泪。好的，谢谢你。假使说搿个药下去三个，叫那个石头浪向，不要客气，你真的要临清革命，啊，晓得啊？好的。那你打着好。哦，郎中先生，啊那，请留步。要多少钱？哟，少个数，虽然像说现在的医疗改革会有点差错，但是我还有一份为人民服务之心，动力非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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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要在。老先生，药箱一拎，哇，吹着。哎呦，那这个没办法，去忙的。那么要紧吃药，再药，侬药服起来，一口一口的药运下去。哎，搿郎中先生有道理的呀。小弟们带山药过，每摆起水要跟外骨头浪向搭上去嘛。哎，搿后日像啥太子不晓得。哎哟，扣上去搿个郎中先生，门家还要理一理。那么顶顶要紧哦，郎中先生扣是要紧，另外了，叫我扣么，顶还还是要送到医院里，还要叫搿种医生去扣。别看看每班年纪小，李达已经动终身教职。哎呀，那么哪弄法？本来想得蛮好。咦，我现在冒场，侬要送到医院里，现在医生费要3000块的了。一时对了个点动点落得来，搿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冒场要。咦，昨日要里向去一去，252块，我良心发黑。从今朝开始，我天天去冒场。每个一夜天，拨我赚上100块，一个月之后，我算可以拿药送到医院里去。对，还是去吧。所以要紧过来，到门根说：“爸爸，小弟，我非要前去门局上打上去，每一包可是要弄奖的给，不能不要钱的噶。”喊上去，爸爸，不声音，放开，快上车，那还追车。要抓紧点辰光走，带门根去。爸爸，爸爸，石头困着子，那么轻咚咚门拉开，您带我的，轻咚咚打上。带隔壁宋爱房门开门，大伯，大伯，我滚到老先生里手浪浪等。啊！现在进去，大伯，让人把门嘛，要进门碰开开。大伯，哪，这郎中先生可真有本事。啊，有道理，有本事的，搿个人有名气的。好多了，可是我是在想，我爸爸身子真要好啊，还得送医院呢。是要，但是3000块洋钿，我知道来呢。大伯，咱们去卖场，现在就走好吗？不是，老娘困了上了。没事，他睡着了。我动着。那趁你困着的辰光，你把他一道晒一片嘛，也就打出来。晒一片，我们快去快回就得了。动，这个小姑娘嘛，真该动事体。快走吧。搿个忙我要帮。啊，这样。好的。啊，囡儿，爷爷，你轻点啊，隔壁都听得进来，晓得的。搿把剑当我偷下来，知道了，你轻点啊，囡儿呢？金武一挪老身上兔子两个小姑娘忙至啥地方去伏地金陵醉驾而去，导致路浪向老身上眼色一拐嘛，乖乖今朝个李子爷全部落下来看上去
也有生意哇，个婆媳给我讲不懂了，讲来过来，个他当当来了。老板，过来，哎，你来了呢？哎，老板，谁在弄？哎，你在弄？谁在？应该过。啥应该的啦？弄好呀，眼睛里有人头。哎，我跟侬讲啊，侬不要拉，不要拉，用不着拉的呀，服务老起劲的。侬这个外甥孙头名气老响的，一歇歇才想出去，大家才晓得嘞，红出来了。那么我今朝生意又得弄才好了，一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家来开，哎，日叫啊日叫，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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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哎呀，老先生，像今朝假使不来是出不得计划动的哦，也是批发生意，硬要靠我，怎么啦？上次我啊是第一个，天时地利要进去了，不晓得老先生。今朝呢，不个房间呢，才可以进去。非搿间房间呢，勿进去。啥体？搿间房间里两个青年，搿两个青年身浪向行头侪看勿出，西装搿里笔挺，貌相哈。但是台子浪向吃相呢，就看得出背部狼藉，靠几只嘴巴空脱个子。你到来啥体？搿小姑娘真个一夜之红，别人家侪晓得。搿个嘴里浪向。有个马场的小姑娘，搿张面孔漂亮至极，搿个两家头实是来寻你的。老先生搿只脚啪打进去，一看人头见得多了，吓得不得。但是退出来，退出来也勿能退。啥体？乃是做搿个生意，乃哪可以随随便便随上退出来呢？打进去，搿个两家头其实是流氓。看见个三家头进来，远远看见美宝搿张面孔搿能漂亮，两个流氓上来，动手动脚。咾么，你想老先生，你哪，你假使现在不打出来，万一发生啥个事体，满脱水海棠发生啥个事体，我能担当得起？老先生当挺身而出，上方面现在是起来肢体冲突，打起来。晓得一点点个地方，哇！当然吃醋的，那就是这个三家头了。一了，两个小姑娘吃醋哦，虽然非常非常危急的当口。听众们，好人还是有的，再说起来就正能量。围观的人当中有一个青年，实在看不下去。啥体？大家侪年纪轻，那个两个人。你啥个本事？来欺瞒别人家马场呢？啊是，来让各种公共场所，各种流氓，给个青年实在看不起，饱当不平。个青年啊，不单单有这样一颗，现在失去了正义之心，正义之心，马相府没有讲，一身高一斤，一米不剩。头发三七分开，是九孔雕花，长毛面孔，皮肤雪白，浓眉毛，大眼睛，白亮白挺。快看，雪白身材，金黄颜色的领带，上身西装，脚浪向闪闪发一双粉皮皮鞋，上上亮。搿种貌相，我当然讲，搿种貌相，你摆到今朝一日，你摆到今朝一日，你寻勿着可以戴搿种貌相拍的。电视市场里向有一个，你现在寻勿到这里啊。各种马相，看不下去，上来砰一拳，一拳打得重，打得突然，打得正气，啪！如流氓打倒在地，两个马相身手为正能克邪，啪！两个流氓往这边浪向抽的，各位青年打到里，快快快快快！大伯，没你们事，你们走吧。老先生危急当口，别说这不恩公啊！笑。这情是不是你的？是个，笑，不紧要紧，地当向站起来，通知两个姑娘，反正噔，武器玻璃弹往里砰推开来，得知我的妹妹姑娘，娘进去，俺进去，俺进去。哎呀，你不晓得，我们那边当向，我们急死啥子哟？你的地方嘛，怎么有那种人？甚至王八蛋，我叫我们再打开再来，不来再不来再，啊，追吧，啊娘，追吧，啊追，啊来啊。就这么走了吗？夫人，现在夫人老让给他说说。不是，刚才那位少爷救了我们，我们得谢谢他们。小姑子呀，我小姑子，我刚刚小姑子。大伯，您刚才这些可是随口的。那个意思，这个不要当着面
神神神神小医生，不要说两个吃这句，谁我来个么你你辈子一顿伤我啊！大伯没事儿啊，我看得出那两个流氓见那位少爷好像害怕的呢。不是没不不要说你都谁我来个么？那么你呀、啊，这个那个个那个生意我不懂事，我不懂事。姥姥心里想，哦，叫陪我，跟小姑娘，哎，你别说啥，刚你去动事体，说起你半夜当面小姨讲我。你这下比你都计划老于施工我不接你怎么办阿克姐给你一条龙当阿克姐看到了你打你两高的闺蜜都了好的、啊、我发现你都过来你都把个水平上你都不要过来晓得明白了过去吧过去吧过去过去过去啊过去过去老先生谁要等到两个小姑娘跟龙当里向说了进去那么你定心其实提芙兰计划这个人会得斗，说起非两个流氓把拉到下来嘛，一顿伤我。要去老先生那边去，先下来的，那就是搿一个青年。搿个青年姓施维罗，现在是啥蛮难，施维罗，其实是个外乡人，是罗啊，叫罗十五，罗十五后徐阳人，罗十五，沈耀伟大学上是，沈耀伟也要教书。上海搿辰光教会学堂，让搿个学堂里向读书的人，屋里向基本上侪是搿种人。搿位小爷，搿个爷是搿种的，上海水团人，数一数二个大老板。小囡，搿人一身正气，大学生。今朝是看电影，看电影没结果到搿个酒楼浪向，因为搿个金陵醉驾还是有名气，上海滩上有名气，不晓得刚刚拾下来。才刚刚对他对面房间里发生这个事体，看不下去，上去当一抱不平，动一真气，结果罪行全部扫光。那么呢，不求着，罪着，反正等，我来玻璃台往旁推开来，屋里向该动的呀，有车子的，啊，一部老别克就停了门口。大少爷你不欢喜，不车夫带你开，你欢喜自家背方向盘。所以现在也是摸出来一大路过来，夸夸夸夸过来，插，也是插到里向。来来，快进来！哦哟，是要你来着？哎，哎呀，我说大伯，你们怎么没走啊？你等一下，等一下，你梅姑娘是梅哈哈姐小小妹。梅姑娘，快点过来！梅伯呐，翻看看你只有16岁，从小口袋吃得多，大理自然也懂得多，你晓得。人与人之间再再可贵，随着我互相之间的帮助。今朝搿位少爷要计划哈，真应当谢谢你。现在看后花爸爸对自家子孙们一路过来，带点三姑娘告知呀，所以面孔张红们都认得。少爷，谢谢您。今儿要不是您救了我们，后果不堪设想。请问少爷？尊姓大名，府上哪里？日后可以登门道谢。不是，你都看出来呢。再过这个罗少武呢，是看得见美宝的面孔。其实让他当场看不见，为啥？这个罗少武。身高要近1.8米，也高出美宝一个头。美宝过来呢，讲闲话呢，你是低大子个头，也是背光而流，故而面孔看不见。但是面孔看不见呢，这身浪向从上至下这个样子看得蛮清爽。这个小姑娘蛮朴素，两根小辫子。短路杀了四千，顶奇怪的是，哎，男子马场呀，一身浪像男子，马后和尚装，我家浪像会是色皮呀，嘿，奇怪，唯一奇怪的，开出口来十分得切，马场的姑娘讲闲话啊，有十讲斯文，十讲条理。老师，我虽是觉得奇怪，你，美姑娘，哎，我姓罗，我叫罗少华。
罗少爷您好、啊、其实方才的事别往心里去，那是我应该做的嘛。我听你这说话的口气，我觉得你是念过书的。初中毕业。初中毕业。嗯。一个老少我有啥奇怪，啥体嘛过去辰光初中毕业，搿家人家能够让一个囡恩读到初中毕业，再起码有两个条件：一，屋里向感动的；二，搿爷娘非常欢喜搿个囡恩。咾那屋里向感动的，咾哪会出来卖厂呢？真好奇心啊！老少我真想问啊，有一连串的问题想问，但是最后一想，我当然是我没平生，而且是刚刚帮出那个忙，那是忙场的，那么这个事体我留下来越拉越长，跟那个事体毕竟耽误不大搞啊。原来这么说起来，你今天是没赚到钱了？哎呀，把那两个绿帽子拿谁种的呢？没有。哎呀，老师，我想经常去我才不光的呢，一点点没啥视频我呢，相当当着啥样你们呢？那俩我谁懂的呢？儿子，老师，我其实老师我这个人气魄相当的，经常记住，儿子，事体也好，事体做到这个一步，那么谁松不松上西天，霸道霸道钢笔，做到底，啊，这样吧，袋袋里啪，我是一句懂的。还有计划零用动的，读书也快不快？今天就算是我听过你的戏了，来，这钱你拿着。哎呀，没办法，各个动的男孩奴呢。布少爷，嗯，你已经救了我们，这钱我不能收，应当我们买了东西来谢你。啥个收我？马场谁得了动的，再马子么子不我，我哪谁得？拿着拿着拿着，我不能收，别客气，我真的不能收。你不晓得你屋里像一点动的，谁让他发霉了？拿着。不行，我有个来了时才看不够在。哎呀，美姑娘，你真个客气个，碗也不肯挪，水也不肯挪，屋里向了等铜的用啊，你不肯睡嘛？各位少爷肯定不靠我。对对对对对对，不拿我的钱，大伯你说的对，不拿我的钱，我可要不高兴。我晓得你也不靠我个呀，我袋里水你还放心得了？什么话呢？这一点点钱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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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谢了，不用谢不用谢。我说大伯，时间不早了，和你们再见。呀，美伯一听上面三位啊，哎呀，人和人之间的事体讲不清爽个。做行金家分税子，再也不会见面。但是还做行门家马上碰头。那句子你面上面都我分看一看啊！哎呀，万一门家碰头，不错过了嘛？让我看一看。想在街上么？没办个头。妹妹姐，拿上台去。罗少华，侬搿车门拍开开了。这个人刚正要向盲僧里向钻进去的辰光，眼睛余光里打着，你非要说啥？三个是马场的，懂礼嘛？中国人再讲究才是礼。别人家让人当来打招呼，那么你鲁师傅你应该哪行呢？你是大学生，你更加应该懂那礼。难道说今朝你帮子里多个忙，你就应该受这份礼吗？陆少武没了，分忙里向进去，而是头啪回过来，大力多三家头打招呼，不晓得这个头啪回过来，你是不晓得嘞。其他两家头眼光是打着一点点，大部分的眼光擦回过来，谁瞧谁的美姑娘的眼光，棒的只听见一话，擦苍苍苍苍苍苍。乖乖，这个两高的棒的眼光，哪位的石刚的声音？嗯，观众朋友们，哪位石刚的声音嘛？你们是知道的。哎呀，居然啊！我不讲了。四目相对。深是相遇之中分明于一身，那轻易的心儿冰冰跳，他是
心愿已满内，身这位姑娘子天真来美，虽白玉转为是个女学生，一女之中百问心计划，不晓得这个位姑娘啥美工漂亮心思个，为是个姑娘个个爱人各种天真无涯，各种爱人各种爱人老老实个，哎呀个老少五老少五零李个人李个人谁知谁知我的爱他为的江特你最不得个这样。鲁少鲁少你都在是刚刚认得，我是认得你上有上有，各位鲁少呀不得了，大学生漂亮，我的讲感动的人也是聪明，你晓得各位鲁少呀各种气泡，我当你想你想野火呀激火啊，你到我当你想你不像其他女生啥个，有漂亮的女生啊，盯来盯去，盯来盯去看，从来不看。你不看，你还晓得你这个理想老让想啥？你让想你多可怜。这边的姑娘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哟，那边的姑娘也看过来，你还晓得你老动这个脑筋？但是今朝你打美姑娘个眼光，擦擦你旁头，你觉得不对，要看过去，看过去，难为的十分漂亮的小姑娘。那么哪个再看一看？虽然啊，进去车子开的，怎样啊？喂，路上要那个跑的那头顶的，你要看嘛？那顶顶星星看嘛呢？那位先生，俺那我得，那我得去找石岗坡那位的。在芝麻椒用爱成记，一时日初相逢，好似与巨鹰。是相识不知从哪里起，却分明是比亲朋好友要拜亲人。奇怪，这个姑娘搿张面孔，说是说得不得了，不得了，漂亮，三个啥地方看见些过？而且搿个看见，三个日照看见。他是岁数可人好彩你，他好像，他好像，哦，好像家中一个人，那是堂上公母老你真。奇怪了，搿张面孔哪会得当我个狗嘛？也是一样。鲁少，从口而出。梅姑娘，你明天有空吗？你想我是年年有空，天天有空，空的。要是有空的话，是明天晚上，七点，就在这金陵酒家。也没什么事，我有几句话想问问你，你能不能来？啥个意思讲？门在腰里，七点钟，有几句闲话要问问。你的面孔红上的红起来，为什么？阿姨，因为我门家在旁头，阿谁是被人家讲的？要回家，谁？Yeah!
为子为子善男善女。哎呀，要我们家见面，那么当初再还不了，那么哪答应你？你为人家，那别人家闪耀，我们三姑娘搞这么上答应，那么为对你。一点，我晓得各个两高头明朝再一次碰头，要明朝记住。